都愿意达成和解啊。同样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是正规维权。那么今天奔驰的话也给我出示了和展开了他们就是相关我之前提出的一些诉求，你关于我这个汽车之前一些认证的，包括的一些视频资料的，我是非常认可。啊，您这边过来也是退金融服务费的吗？对，一个金融服务费，还有两个费用我不太清楚，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金融服务费。这是当年收的金融服务费？对，3500。然后上牌1500。我们现在有个维权群，这个群里边100-200人都不是很清楚这个费用。我说你们销售部门都锁着的，我找谁问呀？然后呢，他说没有锁呀。我说你们可以，我说你们内部人员能进，但是我们维权的全部在门口，不让我们进。他们可以进啊，我们进不了。我最终他那个销售人员就是前台这边给我的回复是，你们等通知吧。